今天啊，我们就来到了佳莱科技的现场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间传统企业的工业 4.0 建设之路吧。多样化、个性化的高端定制是未来的需求趋势。公司在5年前推进工业 4.0 的建设，我们在2015年就开始研究生产自动化的设备和技术。那眼前我们这几套设备啊，都是我们自主研发、带有专利的缝制设备。那经过这个设备，一个人可以达到3个人的效率，而且很稳定。那这一台是我们3年前引进意大利的电脑裁船。那在去年我们又引进了一台更高性能的电脑裁船，现在的操作云人少了，但比以前的裁剪能力效率要离高2倍以上。工业4.0是国家的重点工业战略，也是我们实力企业打造未来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。虽然是传统行业，但作为行业的领导企业，创新求变也是要走在行业的前端。